FM 91.5自由之声，渔夫自由行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，真欢迎各到每一礼拜暗时的这个九点呢，啊，来甲各位谈空中再会，谈交这谈散啦吼。这礼拜呢，要来甲各位分享的是讲，咱的这个食物哈，真侪咱台湾的这个饮食哈，大家用这个台语来讲。所以咱只是来讲咱台湾饮食内底台语之美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真侪朋友讲啊，渔夫你也毋是啥物咧语言咧，台语的专家，你也跟人伫遐咧安尼，白布白布，为什么讲白布白布呢？因为咱即个少年人拢讲白布，我听你咧白布，白布的意思是讲，咱以前细汉有无？哦，啊，咱若要食迄冰淇淋啊，啥物啊，就为了白布白布安尼吼，啊，意思讲你伫遐操蛋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这嘛是少年一辈因咧讲话诶，即个技术啊，佮甲咱迄个时代无共款。啊，毋过我伫咧即个啊，写作着移民台南加热火台南呐、啊，即两本册时阵呐、啊，即中间呐、啊，为着要啊了解吼、啊，因为。咱阿知影就是讲，我咧写册时阵有请教过真侪，即个在地诶做小吃啦，哈啊，即个朋友啦，因诶咧访问因时阵拢用台语咧讲，所以因有讲真侪话吼，我家己煞讲袂，煞毋知要怎写呢？啊，你要听听也毋知要怎写，啊变喏，啊当然就爱去请教别人啊。所以即个时阵啊，我就走去啊。啊，请教我一个好朋友，啊，我这个好朋友啊，叫做李清安、李清华，哦，李清华老师，啊，伊是呢，啊，伫这个台北的书台啊，专门咧教台语，啊，伊唔是台北书台教台语尔呢，啊，伊嘛创作台语诗、台语文学一大堆啦，上重要的是，过去伊伫美国啊，哈。伊是去哈佛大学教啥？各位想看，各位又看卖？哈佛大学当教啥？教台语呢？啊！渔夫，你讲唔讲唔对？你伫哈佛大学教台语，台语呢？台语？美国人要学台语哦？啊！你又唔知影？我听伊咧讲哦，伊去到遐咧教台语哦，那真是不得了了啊！我这哦，真侪美国人啊啊！就拢足爱上伊个课，哦，啊，人个专门咧研究台语个，即美国人啊，所以啊，你若去美国吼，伊碰到美国人讲台语个，反正无啥物稀奇啊，可能是李清华学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即马咱即个网络啊，啊，非常个即个发达，啊，所以我常常安尼甲问，啊，大家人佫有一个问题是讲，啊，你是安怎着啊？一定爱研究即个饮食内底即台语文化，这一点我特别要甲各位讲，因为这个咱呐是讲要研究咱这个台湾人的这个食食啦，咱先民是安怎咧讲一项这个啊过去的食物的语言，这个影响真大呢。就怎讲？因为你呐甲迄个语言，佮讲迄个话，啊佮你即马佮回想倒转去，就怎讲？哦，原来这项是安怎，迄项是安怎？哦，安尼唔在。迄、那个好食的所在，你唔在当理解。我记一个上简单的例就好啊。比如讲，咱即马咧食一项物件，叫做蚵仔，蚵仔，蚵仔，各位知道吗？哈，蚵啊，加蝶，哈，蚵啊，就是咱台湾人咧讲的迄、那个啊，蛤蜊嘛，哈。啊，蝶呢？为什么会蚵蝶呢？啊，比如讲，我住伫个即个，啊，我是伫屏东出世。所以伫阮屏东呢，迄个时阵唔是叫做蚵仔，哦，叫做壳啊仔，啊壳啊仔就容易了解啊嘛，壳啊，都是一个盒子的艺术嘛，壳啊，啊仔是什么东西？仔是什么东西？奇怪，啊迄、那个物件，啊就是明明将着几项即、這个啊菜哈，啊加用迄个什么番薯粉哈，啊内底只包蚵啊，落去煎。哦，啊，那伫阮这个屏东真卡，当然拢容易了解，就是讲，伊是用一个壳啊，哦，啊，就一支勺子嘛，啊，勺子头上一个壳啊，啊，迄壳啊，吼，拢甲这个啊，要包的料吼，啊，挂着这蚵啊，拢甲坑入去，嗯，
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扛入去内底就累积啊，所以叫做靠家底啊，我们就很容易记。可是为什么叫做耳底？明明都耳啊，这底是都为它造出来的啊？难道是这个食耳啊先过来底下叫含呼底含凉吗？叫底阿爹阿爹啊，慢慢唔对呢，对不？咱若讲好食物件，物件若好食，咱绝对不是画阿爹，咱是画阿母嘛吼。啊哟，阿母啊，我的妈呀！吼，你看，阮阮姓外姓拢赶快画，我的妈呀！啊阿娘，吼，我好有够好食啊，安尼啦吼。这是不敢惯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？哦，所以为什么会跑出爹来呢？哦，这句啊，我讲一个。啊，为着要研究了这句“爹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哎、欸，有一撮啊，我去到中国的这个福州，一入去，啊，我来问伊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啊，恁家有炸蛤蜊啊？啊，啊，我就刚刚足趣味的，我就甲伊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请问一下，啊，恁家既然有这个炸蛤蜊啊，哈、啊，那请问你们这边呢、啊，蚵啊，哈，啊，恁福州话是怎么讲？嗯，爱就过来个讲，爹。啊，爹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哦，尾仔我才甲看起来，然后原来是讲，迄个时阵福州人来到台湾的时阵，甲咱台湾人去看了蚵仔，啊，咱这吼，台湾人就讲蚵仔嘛，对不？哦，啊，福州人就讲爹，哦，啊，伊讲蚵爹蚵爹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啊，福州人看到蚵仔先就想起，就叫咱台湾人爹，唔是啦，讲因就讲爹，啊，咱台湾人讲蚵仔。啊，所以这两字啊，甲合作会叫做“耳爹”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安尼就真简单嘛吼，啊，大家就当了解就讲哦，安尼看起来是动车也当也来做这个耳爹呢。那么可能是福州人啊啊来做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讲爹嘛，吼啊，耳爹耳爹是福州人，福州人是上好做菜的嘛，吼啊，所以呢，伊福州人来做这项耳爹出来。啊来卖，吼、哦，所以才叫做耳爹。啊，一方面，即、這个咱台湾人嘛听有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方面福州人嘛听有。不过我即摆咧讲的是讲吼，迄个时阵咧，福州人、泉州人、漳州人咧，到即摆吼，拢一定拢变作是台湾人啊。那么，伫咱语言内底啊，实际上有真侪遮的即个啊音吼啊，是会让证明讲啊，这個、可能是从哪里来的。啊、比如说去到金门，金门呢有一句话真心实，早餐的时候，伊就甲你讲，啊，你要食粥糜无？粥糜无？哎、欸，奇怪，伊哪会甲我讲粥糜啊？哦，哎、欸，咱即马吼，你若去金门，金门是一个真趣味的所在。你到金门，伊个讲的迄个所谓的闽南语，因真正叫闽南语，为什么先？因那是。同安腔啦，同安腔啦，哈、啊，所以有当啊，金门人咧讲话讲较紧的哈，啊、我学习底啊十几年，偶尔我听无因咧讲啥，比如讲国币国币，吼、哦，你要食国币无，哈、哦，什么是国币，吼、哦，加咖啡啦，啊，金门人无咧讲秘鲁，哈、哦，当然即马交通发达，资讯发达，哈、哦，所以真侪音拢难做伙啊，不过因那传统的吼、哦，你甲问讲。啊，这个、啤酒怎么讲？也讲啤酒，啤酒呢？一直接着两字啊，做啤酒。啊，根本是足趣味的所在啦，因为伊就是迄阵啊，这个、国共咧烧台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金门哦，因为是战，也伊是伊个前线嘛，啊，就是咱做所谓的军事公园啊，今嘛是安尼，啊，过去是去用封锁掉。去有这军呢，给封闭起来，封闭起来，所以伊依然从停留在早期的所在。可是要做甚物事，你也是坐小三通啊、哦！你即马坐飞机坐到金门，啊，你若讲伫个金门遐大几工啊？甲来金门人讲话讲讲，佮走去到厦门，我你讲厦门人的腔，甲金门人佫无同款呢。哇啦呢！厦门是迄、那个，以我咧看啦吼，厦、哦、门是人若要落番的这個起点。就是闽南人要落番，落番就是要去西洋嘛，要落西洋嘛，哦、啊，所以讲落番这句话，嘛就是因为你知影讲种落番，啊，所以呢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因要下南洋
就是叫做乐欢啊，所以因这是一个起点啊。起点嘉兴就是讲真侪人去到这個南洋了后，伊个学了真侪话回来啊。比较讲，咱即马来去新加坡啊，新加坡呢啊，刚刚这个你也听新加坡人咧讲迄个啊所谓的闽南语啊啊，嘉兴就我去到新加坡的时阵哈。啊！第一早阵做少年，去到新加坡，向向有人咧卖榴莲，吼、哦！伊嘛话讲安尼，一粒十块、欸。新加坡人来讲话啊，这是不是啊？有人甲咱同款，一粒十块安尼，安尼讲话的方式。但是呢，因咧讲这个钱呐、啊，你有钱无钱啊？因讲哦，做镭，你有镭无镭？哦，镭哦，你即马那是咧看迄、那个，暗时看。有线电视你看一下新加坡的电影，因就讲有镭无？吼、哦，镭啊叫妈妈，因就讲 mother 吼、哦，这就是因搁掺一挂外来的话啦。啊，比较讲你也是金门有看到一挂人的迄个走廊啊，哈、哦，走廊啊，走廊哈、哦，伊有迄、那个啊、走廊下边，咱台湾人讲迄个走廊迄、那个顶下卡嘛，咱讲顶下卡，因讲有，因有当时讲五卡机。五卡机，很怪怪，哎，那讲五卡机，啊，尾我请教迄当地迄个建筑个博士啊，伊就阿讲，啊，这五卡机，这卡机就是哦，啊，为迄个什么 feet 哈、啊，英文的 feet， 按翻过啊，翻过在这个啊，翻成个来源哦，做复杂的，啊，再变个传转来到金门就变成卡机，啊，五卡机就是五 feet， 哦、啊，五英尺啊，哈、啊，五英尺叫做五卡机。我讲话足多啦，啊，比较讲，我第一道去到新加坡的时阵，哎、欸，新加坡人甲我讲啊，新加坡，这個、国徽叫做胡姬花，胡姬花是啥物物件？胡姬，乌姬花，奇怪，乌姬花是啥物花？啊，我也去参观因的这个新加坡植物园，才发现讲乌姬花讲的就是兰花啦。那为什么叫 OK 啊 ？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胡姬，安尼大家了解无？啊，那是讲到新加坡，啊，我就阁想到一句话，叫做沙爹，沙爹。咱即马去到这個南洋了，定还是什么沙爹沙爹有无？啊，原来啊，啊，这個、沙爹呢，来到咱这个啊台湾叫做沙茶啊，沙爹啊，沙爹。嘿，啊，这话吼，实在是绕了一大圈呢。安怎讲啊？听讲是哈，同说为虾米伫这南洋叫做沙爹？因为呢，这个闽南人啦哈，去到这個南洋落番了后，因就伫起啊去煮一个啊、去卖一个物件，就是沙爹吧哈。啊，即马呢，改串在一起。啊，这当地人就讲哦，啊，这就是沙爹，沙爹啊，三块一串的意思，叫做沙爹啦哈，沙爹。啊，就是叫咱甲咱台南，变做台湾啦，吼！啊，台南嘛是啦，吼，叫做沙爹，吼，沙茶啦，吼，沙爹，吼，沙茶，哎，啊，就故为着到来绕一圈回来，哎，原来又变成这样子，这是蛮有趣的啦，吼！所以你用在语言，用在语言，你得让理解的是讲啊，这个食物的发展是安怎？伫咱闽南阁有一味真趣味的，叫做凉惹餐啊。但是这凉惹我袂记啊，因是安怎发音呐、啊？哈、啊。那么这凉惹啊，是安怎？是因为迄个华人呐、啊，去到的这个啊，当然马了后呢，啊都当初嘛是安尼，然后罗汉卡啦。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，两只脚夹一个什么趴啦，哈、啊大家就讲迄袂使讲啦吼，不要紧啦吼，你家己想就对话啦吼。啊，伊即马去到遐，啊，就带着当地的人嘛，总是爱传宗接代，人类嘛有迄个需求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呢，去到遐，啊，就带着当地即南洋的人。可是呢，即南洋的人煮食就是安尼酸酸甜甜呀。啊，你也去到南洋食就是安尼嘛，拢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啊。这个华人就未啥适应，啊，未啥适应，当然就希望讲啊，你会当煮出啦，啊，我故乡的食不出来，嗯，啊，遐要做人的母囝，遐南洋的人，啊，
啊，你讲好啦，那阮翁都爱食这個，唔吼，啊，我都啊来个煮者，吼，啊慢慢一煮出来，吼，物件嘛是个酸酸甜甜，啊，但是哦，外形看啊，就像迄个中华料理的地方啦，啊，所以啊，底下时阵啊，这种菜啊，从变做伊一个特色，啊，就真大特色啦，我记到样。我去遐南洋，我第一次去到遐时吼，我会记得我是第一次是去到新加坡了，佮走去马来西亚。哦，其实是要求讲啊，我要来食这凉热餐看卖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凉热这凉热餐煞变作当地非常有名的，啊，所以这语言真重要。会当记录就是讲，这动车是安怎来，佮都安怎去，啊，咱的食物是安怎佮来，佮安怎用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真重要。所以咱一定爱啊，好好啊来个研究，你讲是不是？啊，我说今仔要来甲各位在讨论着咱的饮食内底代志之水啦，哈、啊。那么啊，当然啦，我捌咧甲你讲啊，我若唔捌咧吼，我嘛唔敢碰风。啊，我若讲唔对嘛，拜托大家当来甲我啊，到指导指正一下哈、啊。谈到讲着这个水，就真心实啊。啊，我的迄、那个。移民台南跟乐居台南这两本册里面都有写到两字叫做水母水，我那个水是水草的水，旁边还有一个女字旁，很多朋友问我说、啊、你这句是这两句是什么字啊、嗯啊、你的汤也知道、啊、就水母、啊啊、水就是那句、啊、不是那个水、啊、我们家水母，我们家的水母，水母不是用去用水、啊阮兜的自来水的某，嗯，但是乌白色啊，什么水母，不是黑、那個，是水母，迄、那个女字旁的水，哈、哦，叫做水母，水母，哈、哦，啊，碰风嘛，担心少嘞。啊，那讲着这个碰风啊，嘿嘿，这个咱伫啊台南嘛，啊，有当下咱会去食这個碗粿，啊，食碗粿哈、哦，我安尼有人配鱼羹啦，哈、哦，啊。配几来种的，反正啊，一定配一项汤。啊，我即马安尼个，伫台南住即六七年来呀，四季去食碗粿啊，我感觉有一味汤上解啊，含古早时代拢有保留着咱的古风啦，古早时代的传统的味道啊，就是碰豆啊汤，碰豆啊碰，这个碰字啊，唔是迄个膨胀的膨。啊、哦，这个碰字不要问哦，原来是啥呢？原来是一个木啊、哦，咱的木柄啦，哈、哦，树木的木，啊，一个并，并且的并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去读这碰，哎，这大大的有学问哦，这袂当乌白碰风，因为咱这个碰豆啊，咱来讲即嘛啊，有人讲是黄豆，有人讲大豆，哎，黄豆、大豆这种不讲话，这不是台语。啊！啊！这个碰豆啊汤，碰豆啊汤，哦，你即马去到这个较传统咧，食这个碗粿时，你就讲爱头家来一碗这个碰豆啊汤。这碰豆啊汤吼，因为是黄豆做的啊，啊，所以伊食起来吼，而且感觉就较清爽。啊，来配咱这个肉粽，嘟嘟啊好，嗯，嘟嘟啊好。啊，咱这个碰豆啊，啊，碰豆啊碰风，拢同款是迄个。啊，一个木旁，然后一个并且的并，啊、哦、啊，另外还有一行呢，叫做碰藤，大家知无？碰藤，哦，这个碰藤讲起来就真趣味啊！啊，我伫我迄、那个乐趣摊内底呢，有曾经小过就讲，有一撮我伫迄个车间楼头前看到人咧做迄、那个叫做啥？碰藤，碰藤，嗯，碰藤是啥物话歌？碰藤啊！哦，迄细汉时阵无物件通食，无啥物零食，即摆囡仔吼要食啥物零食都有啦吼。啊，伫阮迄个时代，哪有啥物？我细汉时阵都无啥物，卖讲迄个，卖讲食啦，甲佚佗都都爱家己做啊，佚佗物嘛爱家己做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若想讲要食点心，嗯，啊嘛是爱家己做。哦，啊，阮身上经常咧做的是米，叫做碰糖，啊，碰糖是用啥？用迄个黑糖、红糖啊，吼，即物件淋淋落，啊，甲用迄种啊，即、這个叫做小苏打啊，就是碰糖、红糖，或者是红糖啦，啊，即嘛淋淋做起啊，小苏打落用，啊，即嘛起迄个炭火顶管遐烤，
啊，烤一烤哦，一种，烤一烤，啊，个拉者拉者安尼吼，啊，慢慢煮煮煮，爱就膨起来，啊，膨起来，膨啊，成足大足大迄个圆形的吼，一饼，啊，这种就是膨糖嘛。啊，食起来滋味安怎？哎，足甜的，即马食是足甜的啦。细汉时家讲好安尼。哇！世界上哪有遮好食糖啊？安尼啦吼，迄碰糖啦吼，啊，迄碰糖吼，是古早时代真侪人是用配茶啦，哦，食糖配茶，哦，食糖配茶。啊，啥物？啥物时阵食呢？我住伫屏东，阮兜个后壁一个戏院，啊，迄个戏院吼，古早时代是演电影啦吼。上早演电影，但是你即马开始电视起来了后，电影。就开始没落啊！啊，没落啊！即马就开始，咱台湾就是安尼啦。你若想要播，就开始想为迄个女色去啊！啊，槟榔槟榔卖卖啊！啊，即马就为着要吸引别人，啊，就开始用迄个色情的啊！啊，叫查某囡仔穿衫穿较少的，安尼穿比基尼的，啊，他妈咧卖迄个槟榔啊！啊，我唔是讲伊卖槟榔是歹哦，我即摆是咧讲咱台湾人嘅想法就是安尼。咱台湾人若是无播就开始伫遐想迄落色情的，哦，理发厅，理发厅，我少年时阵啦，啊，来到即个位啊，咱即个中南部去到即个台北城，啊，要读册，啊，阮爸讲叫我去剃头，哦，我若足欢喜嘅，安尼揢着钱要走去剃头，入去到一间叫做。观光理发厅，我哪会知伊有做在做色情呢？哦，去到遐内底，迄个查某看伊安尼穿甲规身躯的礼服，我奇怪，靠有人咧剃头咧穿规身躯的礼服的。咱即马是伫遐吼，啊伊个嘛是照常有咧剃头衣啊，啊伊个衣啊佫好好坐，伊个衣啊是豪华型的吼。啊，咱就伫遐吼，啊就戆戆坐落，啊坐落讲要剃头，啊无注意讲伊内底是咧。啊！你原来咧做遐有诶无诶？啊，即卖入去，啊，伊即卖看我咧剃头，啊，伊看我要来剃头，伊嘛袂使讲伊咧专门咧做乌诶。伊就嘛是，我嘛是坐落，伊嘛是乖乖啊，甲我剃，啊，乌袂甲我夹夹诶出来，啊，戆戆出来安尼个，啊，剃一个头，够歹看当去安尼。啊，佮贵甲要死，我想讲啊，台北可能是剃头较贵诶款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迄阵嘛是安尼戆戆去用。去用剃一个戆型的头壳出来，啊，咱讲到的这个碰字啊，其实伫台语内底啊，真侪话，比如讲碰风，你这人真碰风，碰风嘛是自己碰啊，啊，我听老师咧讲是安尼，啊，碰皮，啊，碰皮嘛是自己碰，啊，这个碰气，啊，碰气就是松鼠啦，哈，啊，松鼠嘛是这个碰，啊，恁。那看到迄个碰气哦，啊，一只安尼碰，安尼伊个毛茸茸的，安尼开只安尼啊，啊碰碰安尼哦，啊，这就是叫做碰气。啊，佮记咧，大家敢袂记咧讲有一种叫做力道碰，哦，嘛是去碰。啊，有个人哦，有个左人咧面即红哦，讲啊，你即个碰到底面啊，碰到底面就是去碰，啊，即个碰气，所以。为碰糖、碰饼、碰气、碰风、力道碰、碰到地面，嘿，这拢是迄个碰字，这真是唔错哈。所以啊，咱为这个碰字就是了解讲啊，咱迄个时阵啊，咱的这个啊先民哈，啊因在形容啊，这物件是啥物话歌啊？所以刚才讲到这边。即、这个碰糖啊，各位就真侪，那是像我这种年纪的人，就回忆起讲迄个时代内底啊，无糖啊吃，啊用即个碰糖是上简单嘞，啊因为咱台湾佫是迄、那个啊甘蔗啊糖的产量吼、哦、真侪，所以那想起改迄个年代，挂挂的即个语词都夹起来，安尼你慢慢的让了解台湾的历史嘛，就是安尼来，啊尤其是咱即马伫即个教育部要甲咱。大一统化，要予咱台湾人，就是咱家己是中国人，哎，这个时阵啊，咱有需要哈，从着这个台语呢，好好甲做一个研究。所以今仔我来讲，这就是安尼啦，哈，啊，无咱的后一代即卖用吼，这个中国政党吼，安尼读世界已经戆去啊，哈，袂记你家己是这个啊台湾人。所以最近吼，我听啊，我即卖打个岔，最近我听一位
我的这个好朋友就是咱的罗马教授林建龙教授，伊咧写咱台南的一段真有趣味的故事，伊就是讲刺桐花之战、刺桐花之战。刺桐花之战有提到就讲这個林爽文甲这个金牛的代志，伊就是咧讲迄个时阵，这个金牛啊，金牛是兵部做的，起兵反控着清朝。啊，这个金牛诶，迄个时代兵部作，为什么兵部作也是真侪原住民的消息哩？为什么？伊讲根本都无啥物可能啊！迄个啥物诶，有登山诶，有登山公，无登山马，这个故事，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呐、啊，骗局啦！我是安怎看安尼讲？伊讲吼，真简单嘛，因为你是去用通知的嘛。啊，比如讲，你这个日本人的时阵，因为你拢大概拢在做国语家庭，所以呢，你台湾人就袂当姓你的汉姓，你在姓伊的这个日本的姓，姓伊日本的姓呢，比如讲你本来是姓比如讲姓林某啦，叫你去姓这个这个、日本啊，比如讲森田，好，安尼，恁这到恁这地来吼，你也发现讲。安尼，阮介绍阮就是阁过两三地啊啦吼。第一地人可能阁知影讲，我本地是台湾人，但是第两三地就可能讲，我唔知我是不是台湾人安尼。我即马讲话啥物嘢拢含日本人同款啊。安尼我可能咧早进前咧，我可能阮兜就是为日本来哦，为迄个森田家来哦，安尼也讲，安尼叫做数典忘祖啊嘛。啊，为什么要你数典忘祖？我你讲，即句话中国人是做个闽南的闽南讲，你台湾人数典忘祖，伊就是要希望你数典忘祖，伊就是要希望你袂记你讲你是原来你是台湾人，原来你是正宗的这台湾的原，不管你是台湾的平埔族还是高山族，伊就是希望讲，上好你是袂记你的祖先，就是在地啦。上好你拢就是讲你就是。这个中国人，你为迄个对话来，同款，咱的原住民，你看中国政权来嘛是逼咱的这个原住民，讲你就爱姓啥姓啥，所以真侪朋友讲了，恁即马是姓李啦，吼，力量的力，你可能是平埔的，啊是潘呢，即马可能是这个原住民的，吼，啊咱真侪原住民呐、啊，咱知影就是原住民的姓是安尼。伊是用大部分拢会姓因爸爸的姓，就是说他的名字前面那个姓、啊、是加上他爸爸的名字，他爸爸的名字就是他的姓、啊、所以、啊、当原住民要结婚的时候啊，因爸爸比如讲张三爱个李氏啊，假设这样了哈，伊和张三李氏，就是讲因爸爸叫张三，张三到的这个摩米人够共。共一个家族，所以呢，因就会当为着这个名甲姓的，会当去了解讲，安尼近亲会当结婚，袂当结婚，所以是安尼嘛，吼、哦。咱若袂记你这话，咱就真惨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佫有一点是咱即马真侪少年人啊，这个台语啊，安尼嘛讲袂出，唔知变怎写啦，吼，就乌白写。乌白写，你若讲其他的语言，你要家己发明吼，即我嘛无啥物意见啦。比如说妹妹，你这个妹妹，这个小姐很漂亮，叫做妹妹，然后妹妹一个像美丽的美啊，眉毛的美啊，这个也，这我无啥物意见啦，这是咱新一代语言造出来。但是你有的话吼，你若安尼乌白甲写，安尼都唔知意思。比如说。咱台南真有名的这个黑梗，黑梗就是爱用这个网西，网西哈，网西啊，你看网西网就是网子的网嘛，西是啥？这么你看底下这个网路顶管甲看，伊甲你写网西，伊唔知西变哪读，就甲你读做网西，网西变来干什么？网西。这西啊，西方的世界，往西，往西，啊，就稍微西方世界，乌白讲，
啊，西就是纱布的纱嘛，啊，所以往西是错的，往纱是对的，啊。阿姨讲啊，有这有差吗？哦，差足多啊！不，往西我请问你，往西你个北京话写两字，这中文写两字，这汉字写两字，讲往西。啊，请问下你敢知影是啥物话歌？啊，你伫个你若讲，万一伫个车顶管还是网络顶管看到往西两个字，说台南的虾卷是用往西包的，啊，上台有这往西啊。啊，你讲像啊，台南的这个黑更是。虾卷呢是用网纱包的，啊，那当然你就讲啊，可能是一种网纱。那这是网纱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不是呢？啊，就开始你有初步理解啊嘛。那网纱是真简单，网纱就是猪腹膜嘛，滴诶，这个巴肚伊差不多滴耶，迄个巴肚遐吼，你固定于内脏的那一层薄膜，称之为网纱啊，网纱。啊，这有什么作用呢？这就是讲给咱迄个，咱这伫台南，那是咧包卷啊，啊是咧包煎啊，拢是用了这个网纱给包起来，啊外面给包起来。就是你包包好了后呢，用网纱给包起来，包起来吼，你即马咧煎的时阵，迄滴油就会渗透到这个内馅来去，来底入面，哇，迄个足好食，足好食。啊，就是安尼来嘛，这个不能随便说把那个字下下啊。比如讲，肉色，啊，咱即嘛最常见的在台北，将着这个肉色改写做是卤肉饭啊，卤肉也就算了啦哈，改写迄个啊一个鱼一个日，也就是山东的卤肉啊，而且捌曾经闹出一个真大笑话，各位敢知？我有一撮啊，哈，去我看到迄个米其林啊，咱知影伫这个世界呢，有一个叫做米其林啊，这种食物指南呐，哈，啊，旅游指南，米其林啊，内底呐是去有下掉的哈，尤其是伫法国，法国人为着迄米其林哦，过粒星哦。比如讲，我捌曾经一道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厨师，伊本来是三粒星哦，米其林三粒星的这厨师啊，评价为三粒星，三粒星是上高的，伊说一二三三颗安尼吼，你啊得到一颗粒的不得了，你这间餐厅吼生意就好甲变贵啊。结果这位厨师啊，为这个三粒星啊落落来两粒星，过不过讲，迄个厨师总跳楼自杀，奇耻大辱啊！啊，奇耻大辱！啊，现在这个米其林哦，其实它有分好几种 label， 好几种不同款的这水准的哈。啊，伫咱台南卡常看到的是绿色的米其林指南，啊，咱台南毛贵啊，更是钓着绿色米其林指南，比如讲那杜小月啊，什么阿辉啊、叉神医啊啥，够贵啊，更的啦哈。那么这个。米其林啊，这杂志顶管有一撮写着讲，咱台湾有一项有一味真好食，真好食，吼、哦啊！我看英语下来讲，伊咧讲诶，我才傻住了，讲这味是伊是咧写啥物？伊写讲山东米，山东饭，啊，这是啥物话歌？咱台湾闹咧卖这個，哦。原来伊是真正把卤肉饭当作卤是山东啊，这个下人嘛做行不行呢？啊，你迄个中文就应该做好，你汉字嘛做好，因为你那家山东简称为卤，然后呢，你又会给它写成这个卤肉饭，你又可以把它转化为山东 rice， 啊，所以啊，安尼的规个迄个意义就无去啊，啊咱。真侪人来讲，啊，无要下这字，啊，三点水卤嘛，啊，你卤物件卤，啊，三点水那个卤字嘛，那为什么写成这个卤？一般就是讲，咱这小吃的哈，啊，可能哦，伊家己嘛唔知要怎写啦，啊，只有伊这个，啊，反正就卤，啊，大概安尼写，我就凊彩写写写安尼，凊彩写，随便写，这个是很了不得。这样子你就不了解说，啊，这个肉到底是为谁来？卤肉饭，你那是用三点一卤力的才讲，伊的卤米给它卤出来。啊，你如果是卤肉饭，这个山东那个卤肉饭，就真的会变山东饭呢、啊，不是吗？
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啊，这个咱肉色饭啊，不应该叫做在这个北部叫做卤肉饭，这是不对的。那在我那迄个时阵，六七年前我来到台南，啊，这条条看了四个东西，肉燥饭。啊，肉燥饭呢，佮有两种吃法，一种是五月的月哈，也是肉字旁的肉燥，害臊的臊了哈，变成肉燥饭了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叫做肉燥饭，伊是干燥的燥了哈，肉燥饭。那么，就我想起啊，中国有一味啊，叫做臊子饭。臊子饭呢，有人写是迄个害臊的臊，臊子饭。有人甲写做是我一早去台北看到的，甲写臊子饭，就是咧吹臊子啊，吹臊子臊子饭。这个跟那个人家的原意完全不一样嘛。哪有人家在做饭的时候有什么叫做臊子饭？那一边做饭一边咧做迄个吹臊子，不是很奇怪吗？臊子饭呢，简单讲就是他们的这一个肉燥饭。现在做臊子饭，迄就是完全扭曲的原意。啊，你有讲了这中国即嘛？我真少年时阵，捌去中国的这天津呐、啊，迄阵我到二啊几岁啊。去到天津的时候，咱知影天津上有名叫做狗不理包子。那么我去到天津呐、啊，我就特别去问这个当地天津人，我讲，听说你们这边有个叫做狗不理包子，那为什么叫狗不理包子？我看人家当地人哦，人家迄个群现在中国人急着要跟我换这什么外汇券呐哈，早期咱来去中国哦，拢该因为咱是台胞哦，咱该用迄个外汇券啊，外汇券的2:1嘛，跟人民币比起来啊，所以反正咱买物件就较贵就对啦哦，啊，咱来用外汇券，啊，因当地人用人民币。所以人两边用的不同款的钱就对了。咱不是同一国哟，奇怪呢。为什么我台湾来，我都要用这个外汇券？恁中国人就用人民币不是同一国吗？讲哪讲的啦，讲到钱，大家伤感情啦，什么两岸兄弟情无啊啦，叫不来，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，但是咱不是兄弟啦吼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啦吼，拜托的吼，国骂谁人猜啊？一人一家呆，还佫讲袂清理去啊？好，佫讲倒转来。这个天津人甲我讲，这个狗不理包子啊，我讲是狗不想吃吗？不想吃这个包子吗？结果那个天津人说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狗啊，他那个包子做的不好吃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狗都不想吃啊。你给他画胡卵呢啊？不要再怎样讲啊，他只怪因那些当地这个册哈啊，看看要怎样讲啊？人是其实是讲，那里底有一个人，伊的生养生狗了哈、啊，狗就是狗日新又日新了哈。啊就是草字头那个狗，那个狗啊，这个姓狗的这个人啊，因为这包子的时候非常的专注啊，所以呢，才叫做不太理人呐、所以叫做狗不理包子啊。我不要管文献是安尼啦，哈，当然，条种比喻呢，有人较有学问的，麻烦你给我纠正一下啊。在这个中国吼，引颈垂危就是代表着它的一家的这意义的来源，比如讲，咱知去到北京，要吃这个烤鸭，所以我们名字全聚德嘛，当然全聚德，迄个一大条足大条的故事啊。咱即马咧讲台语，也毋是咧讲迄个北京话，但是咧，佮插播者就是讲，因有咧讲因迄个中国北京最近呐，因的这個烤鸭吼，拿这個全聚德有名，因的。有一个合作变异方哦，变异方，伊有咧写读啥？的便宜，很便宜的便宜啦吼，做便宜的迄、那个，但是因读起来是讲在地人讲啊，读做变异方啊、哦，变异。我奇怪，变异方是啥意思？讲变异方就是另外一个吼、故事所以啊，在依然代表迄个食物，伊背后有一个很长的故事。
安尼来研究这个假设，唔知研究会出来。啊，你乌白讲改改字，乌白讲写写，到时就乱去啊！啊，乱去啊！你就正声乱哑乐嘛，哈、啊！你搞不清楚说伊到底是咧写啥货。好啊，比如讲啊，伫这個、咱台南哈，哎、啊，让食到迄个正宗诶四川的担担面。各位讲啊，上面是担担面嘛？担担面就我那赶快啦！古早时代人嘛是。教雄啊，一个打打出去就是咧卖物件，就叫做担担面。嗯，啊，另外个吼，你再来买单个食一个一味四川的面吼，叫做渣渣面。渣渣面，残渣的渣，三点水一个茶啊。渣渣面，渣渣面是啥物话歌？渣渣面就是讲，听讲吼，有一位啊，这个。阿伯啊，就反正有一个人吼，啊出去卖面啦吼，啊卖面吼，伊卖吼，生意歹，生意歹吼，伊个加工吼啊，这我好不容易卤好的这个肉啊，啊结果也卖出去，伊种阿遐肉吼，啊种个剁剁的，剁剁了后过工才去卖，吼，啊过工来卖吼，因为遐肉拢炒过啊吼。啊，炒过个落去，总落去煮面。啊，一个煮煮会讲，哎、欸，啊那超好食，哦，啊这面从出名起来叫做渣渣面，也就是呢前一天的残渣留到明天，啊、哦，就是晚上炒一炒，隔天呢再来卖，叫做渣渣面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这边真是不是叫我想起到咱这个。啊，台北吼、哦，淡水有咧卖一味叫做阿婆铁蛋，阿婆铁蛋，阿婆啊铁蛋，诶、欸，啥叫做铁蛋呢？迄食是毋是咯？阿婆啊去卖卤卵，啊卤卵卖，无人要加买，等下到厝诶，啊，即、這个甲蛋雕无菜，只好呢，搁杀落去继续卤。啊，第二天去卖，生意搁无好，啊，只好呢，等下搁甲卤。啊，卤卤，而且他卤卤的规礼拜生意拢无好，哦，啊，这個、阿婆啊，那才从着这铁卵，甲伊啊，摕去卖，啊，卤甲总安尼一粒总顶壳壳安尼就对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卤甲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内底规个迄个什么卤汁什么，拢规拢已经入去搞这卵内底，唔知几摆啊就对个，吼、哦，阿总吼，大概叫来讲，哎呦，那真啊 Q 真啊好食啦，吼、哦。哦，阿总安尼出名起来，讲这就是阿婆铁蛋，就是安尼来的。我听的故事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佮我听一个故事，佮我心熟的。咱知影讲香港有一味哦，非常有名，叫做阿姨鲍鱼。阿姨的鲍鱼，啊，阿姨鲍鱼，我有一撮吼，看伊咧内底咧写讲，伊这个鲍鱼啦，你肉吼，嘛是爱亲像阿婆铁蛋安尼呢。卤卤的好食，硬干个肉；卤卤的好食，个硬干个肉安尼。啊，卤几下抓，啊，当然啥物用这乌骨鸡汤啦吼，啥物的卤汁啊吼，安尼都慢慢卤卤甲安尼规个迄个内底爱有啥物糖心吼、啊，就像迄、那个啊糖吼，啊注入心内底啊糖心吼，啊安尼即个阿姨鲍鱼啊上盖好食哦，啊个爱用啥物山头鲍啦，啥物沃马鲍，沃马鲍就是。日本的迄个十二头包，啊，这三头包、几头包，这是要哪算？这是安怎计算？各位知无？哈、哦，我所知啦，哈，是讲三头包就是三头，就是长出来哈、哦、啊，三头一斤的鲍鱼，哈、哦，啊，十二头一斤的鲍鱼呢，就是窝麻包啊，窝麻包十二头一斤，就表示说它比较小嘛。那三头包就是三头一斤，那就表示说它是比较大嘛。啊，听说呢，啊，这个十二头包呢，要十几年才有办法长成。啊，三头包才几啊十年，我惊倒人，有没有为着要食迄几啊十年的这生物安尼哦，啊，得等较久吼，啊，这要饲的人，唔知爱开足多钱的，所以无怪呢，啊，才有迄种一个鲍鱼啊，就安尼贵到要惊死人啊。啊，我有一抓少年时阵啊，去到这个香港佚佗吼。啊，看到迄阿姨鲍鱼，啊，咱少年哪有钱嘛吼，迄、哦、时阵也无钱啊啦吼，甲、哦、我即马同款拢无钱就对啊啦吼、哦，啊，一世人都唔捌有钱过啦，可怜咯吼，啊，就有一抓啦吼、哦，啊，就去到这个
香港啊，看到吼，阿姨包伊食袂起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佫有一个吼，叫做阿二进汤，阿二进汤，啥物进人呐？那你香港话讲说人呐，吼，这小贼好人呐，啊，好唔好啊？啊，因为香港人是啊，人的意思是讲足足水的汤啦，吼，啊那。北京话迄个脸啊，读作亮吼，阿二亮汤，阿二亮汤怪怪吼，阿一啊，一二三四啊，一二三四应该是安尼读吧吼。那阿二进汤就是阿二连通啊，大概是这样，我乱发了，不管了，你不要理我了吼。阿二进汤就对了哈，应该读作阿二进汤，应该阿二亮汤不是怪怪的吗？啊，然后。啊，这个汤吼，香港人做个煲汤嘛，广东人吼，因咧可能吼就足够意哦。那是做个煲汤的民族，大部分拢是算一苦业啦吼，大部分拢是算妇孺较紧、较久啊。啊，久唔叫汤啊，只要慢慢煮汤啊。你本来像咱台湾人菜头汤食就熟熟的就好啊吼。当然，咱嘛有迄个做复杂的汤啦。啊，大部分呢，咱那是一般的这些长明料理呢，汤我们就比较简单。所以，公开就是讲，你如果这个字呢，继续把它保持，这个字把它写的正确下去呢，啊，咱就会当看到真侪东西啊，唔呐，看到这历史的来源，我看到文化的冲突，文化冲突的咧哈，比较讲啊，我有一抓哈，啊，我就听到人讲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啊，这物件做过食哦，阿你呐，唔卖赶紧来食哈，啊，就是呢，啊，脑熟了。No, should, no, what's that? No, no, yes, no. Should, 诶，现在台湾人有一句话讲 no, should, no, should 是为对来。哦，我就赶紧的吼，啊，就上着这句话来，啊，就为这个 line 啦，吼 ，WhatsApp 啦，吼，这样呢，就去甲咱这个李博士啊请教。啊，讲我当时啊，那个 no, should 啦，吼，啊，这 should 是为对来啦，啊 ，should 是变哪些啊？诶。结果伊的答案是啥呢？伊讲说，这个字哈、哦，应该是没有汉字哈、哦，应该是 S U T 啊 ，should should should no should 啊、哦。然后这句话是为对啦，伊讲可能是客家话 should， 我唔知，咱叫客家的朋友无，请问恁的这个客位内底搞唔这个 should 字哈？啊 ，no should 就是讲无通啊，食的对吧？但是这 no should 吼、哦，你敢袂敢讲，即卖一定是变作台湾共同的语言。no should 吼、哦，迄种感觉就是安尼，做欺骗个 no should 吼、哦，唔是讲欺骗啦，吼讲安尼，讲起来足吊味的 no should 哈、哦。真侪咱台湾的这语言内底有真侪这话吼、哦，是咱台湾人讲起来迄个欺骗才会出来，比较讲。咱咧即个啉烧酒，咱台湾人来讲，好大啦，吼、哦，好大啦！你看，听到到底安做欺骗个安尼吼，不管你啉醉啊、啉酒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尤其是咱即个吴念真即个大导演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咧翕个《麒麟秘鲁》的时阵，甲《麒麟秘鲁》翕者，《麒麟秘鲁》总安尼大出名起来，哈、哦，啊，吴念真迄个时阵呐，伊讲为什么要用这句“好大啦”？啊，迄阵我伫电视台，我阁有甲伊访问，啊，伊甲我讲“好大啦”哈、哦。够另外一层的艺术，讲什么艺术？讲这是英语的艺术。讲哦，原来你吴念真英语啊，辣辣叫吗？哦，讲 four dollar 的艺术就是 four dollar 啦，哦 ，four dollar 的英语的 four 四块啦，啊四块那乘以三十的是百几块嘛，啊差不多啦，哈、哦，讲 four dollar， 哦，我听你咧讲咧，我也真厉害哈、哦，这是做功课的人，跟咱这种的哦，无创意的人哈。无同款的所在，啊，讲到这个真心笑，啊，我去越南，啊，恁知影什么？这个越南吼，那怕咱的台商，吼，啊，因为以前我去的时阵哦，越南人咧讲，这个饮酒啊，哈，啊，那要甲饮不完，哈，那无要饮完随意啦，因讲，我迄阵特别甲学起来，伊讲叫南梅碰尖，南梅碰尖就随意啦，哈。啊！你若娶越南某人，可能因为我讲哦，真侪越南某、越南的这个啊，人的这個越南某吼，听人家讲啊，叫南妹捧尖，南妹捧尖就随意。啊，那好大嘞，因讲尖捧尖，
拜托的，你现在要跟人喝烧酒的时候，你撒起来说沾碰沾，气魄就没了，对吧？你不然酒说要跟人喝大了，喝大了，你也看这样气魄很好的，沾碰沾，气势就没了。那时候我以前去到韩国，人家韩国人在做工温的，我在那里喝烧酒，他就喝得很欢喜的。那个人总，那个做工文的那个头总，背后总跟我讲，你既然来到我韩国，我唱一条我的工文歌给你听。我唱得够侪样呢哦，安尼唱的哦，准备要去革命啊，就对话啦吼。啊，即嘛伊安唱完了后啊，伊总讲，啊，请问恁台湾吼，啊，敢有类似这款的这个啊，即然后有气魄的歌吼？各位咱听众朋友，你要看嘛，我唱啥？我遐头壳想半工哦，咱个老公的歌是要唱几条啊？哦，我像我少年哦，咱卖讲即嘛吼，我即嘛讲我少年时伫遐想啊，我讲咱岁大啊，咱即嘛人唱个歌吼，咱气魄足好个，啊，等换我要唱，我要唱啥？我总起来讲，即、這个啊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可怜，我唱的这个歌吼，好啊，卖唱完了吼。都家己讲作歹势，因为我唔是讲要听这个歌歹听呢，我是讲迄个气魄无人迄种唱起来，像迄准备要甲你政府拼生死安尼吼，无迄个气魄啦吼。所以哦，这个语言这个物件吼，实在是足奥妙的。啊，这个、真正这样奥妙的物件，咱实在是爱啊，好啊来甲保存，好啊来甲讨论。啊，咱伫只即集内底呢，我甲各位吼，安尼甲整理起来啊，吼、哦，你啊看，刚才即句内底，我已经家己即集内底，我就讲蚵嗲、粽梅啊、沙茶、沙茶、沙茶啊、凉热餐、芒西、肉舌啊、臊子饭啊、狗不理、便宜方、担担面、渣渣面。阿伯啊，铁蛋啊，阿一鲍鱼，阿二进汤啊，芦笋啊，阿个这姜捧姜好搭啦哈、啊！你甲看，我安尼准备在那做，结果我安尼谈多安尼种种个讲讲个讲起来讲安尼，啊，够讲个真，个足侪也未讲出来。哦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当然就是后礼拜咱阁共一个时间，啊，就要来阁较好啊，阁继续讲落去。啊，当然那是咱遮即个听众朋友，你讲阿姨夫，你讲咧唔对啦，应该是安怎安怎，不要紧。啊，除了下批去电台去欢迎了后，啊，阁会当啊伫网络内底看到我是啊，甲伊全部甲伊录起来，啊，甲伊上 YouTube。所以你买当真容易，就是伫网络内底呢，当老的啊，互我啊来甲我指导。况且我家己嘛，家真歹势啦吼。安尼，即个人生哦，我五十几岁啊吼，啊，已经到知命之年啦。啊，个结果咧啊，身为一个台湾人啊，台语歌啊，捌真啊人啊少，安只实是讲起来，我呐足歹势，所以嘛是尽量咧努力啦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啊，会当啊努力一点点啊，即个心得啊，啊，就出来甲咱大家呢，啊，做伙来分享。所以呢，啊，是差不多这，我会慢慢啊收集真侪物件出来，啊，甲大家啊做伙来研究。啊，若是研究无够的所在，嘛是，我各位讲哈。好佳哉，咱有一个伫哈佛大学曾经教过这个台语的这个博士咧，讲指导，所以无法度话到啊来问伊就对啊嘛。啊，人就是出一支嘴嘛，吼，啊，这支嘴呢，就是要好好问，啊，无上帝哦，你这支嘴要从啥话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真欢喜呢，啊，今仔甲各位啊，做伙来分享咱这个啊美食内底台语之水啊。希望后一礼拜呢，咱可以当来继续这个主题啊。这是 FM 91.5自由之声，渔夫自由行，我是渔夫。咱后一礼拜同一时间，暗时九点，礼拜暗时哦，咱做回来各讨论，多谢收听，拜拜。